伙伴们，现在你们看到的是迷你世界中的红土，虽然它看起来很普通，但是它却有一个神秘的功能，就是有红土出现的地方，伙伴们就不会有怪物出现。那么有人说迷你世界最厉害的方块是红土，错，其实有一个方块比红土还要厉害10000倍。伙伴们，在现在的迷你大陆，你们看，我们可以用手挖洞的方块，第一层是草块，对吧？到了第二层就变成了坚硬的岩石块，伙伴们。而现在的野人，伙伴们，他的出生就出生在一块绿色的方块上面，这个方块的名字叫土块，对吧？说明野人并不害怕土块。那么你们知道吗？迷你世界中怪物和生物都害怕的一个方块，伙伴们，他们两个都不敢靠近那里。那个方块是这个黑黝黝的石头，大家应该都认识，它是迷你世界最坚硬的石头，伙伴们，它就是迷你世界中的基岩。众所周知，伙伴们，它藏在方块的最底下，你们看，石头下面就是坚硬的基岩。基岩的作用就是隔绝我们给残忍虚空的连接，怕我们掉下去，对吧？但是你们知道吗？基岩还有着第二个功能，就是你们知道吗？所有的怪物或者是生物都不敢出生在基岩上面。你们看，野人不可以，牛不可以，团子不可以。伙伴们，现在你们知道了吧？迷你世界中比红土还要强大的方块就是基岩，所有的怪物都不敢在这里出生。你们知道了吗？